同款继续，好，而且继续伫拍拼，所以好朋友时代，同款大家好。真感动，啊，这么侪人，啊，相信对下头都拢坐伫遮，啊，拄啊听卢副总统的讲话，其实我嘛感觉足唔甘，真正足唔甘的，啊，但是我拄则因为一个。真重要的一个工作吼，咱遮位李长拄仔在喊我去，所以真实咧，我较迟到。也毋过，若要救阿扁的行动，我应该拢无迟到啦，对毋对？但是我伫遮想要甲大家回信咧，因为旧年即个所在，大家足侪我看足侪熟悉的好朋友是大。选我做台北市唯一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。哇，我在夸你哦！谢谢。咱蔡大哥吼，咱真侪咱的台东区的里长吼，咱拢伫遮。咱的执委吼，咱的前主委足侪好朋友伫遮。去年大家伫遮给我机会，也毋过我去立法院，一年来的感想，就是够肥回家。就是无法度达成大家的期待，几乎拢无法度完成啦，几乎无法度完成。结果有法度讲去甲边啊看一下，哦，这招资姐知影。结果有法度去病床讲，大家哦，看会使替阿边啊总统小超较好势，哦。第二番伊啊，也有参加提案，也有去法务部抗争，也有甲法务部长下架，伊即摆看到我哦，一个面拢臭乎乎，哦。啊，有提案吼，甲陈欧博、高志鹏、高志鹏也伫遮，吼提案讲要修改这个总统礼遇条例，各种的方式。啊，拜托马英九，无讲看你会使特色，吼啊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还阁就是需要阁大家拍拼，吼，还阁就需要多加着卢副总统，吼，这个一人一批去发动安尼的活动，吼来。希望讲形成社会压力，要搁爱变，所以其实我感觉足无奈，啊足对不起，足对不起，哦，我也希望讲搁刷落，搁刷落，我伫遮甲大家拜托，卢副总统安尼的行动，其实伊的记者会我有参加，我是感觉这就是敢若甲甘地不合作运动同款，大家知影甘地不合作运动？非暴力的抗争，就是每一个人真正，哦，一人一批，这个批坐到安怎？坐到敢若像雪片安尼飞落来，坐到把总统府的门口冻起来，坐到让总统府无法度上班瘫痪的时阵，咱阿扁就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大家听煞，莫敢若家己抢尔，还是讲莫敢若伫遮拍破案尔。哦，莫干那讲去营造伫遐业绩啊，尔真正鼓吹搁较侪人，哦，真正足侪人，参像我拄仔讲的，批一直赢伊，哦，互伊安尼无法度处理，互伊瘫痪，互伊不得不正视这个台湾人强烈的民意，好阿母，好阿母。其实真正爱玩的精神啊。我常感觉吼，我去另外一年，我直接用这个机会简单甲大家报告。我感觉这个政府啊，这个政府哦、啊，就是看袂起台湾人啦、啊，就是看咱袂起啦，你知无？好味啊！谁哪有？我甲大家报告，谁哪有外交部为了广告，讲要广告钓鱼台，讲是要让日本人看的，哦，所以。竟然搬戏搬讲，这拢是日本人的阴谋。外交部呢，咱甲日本的关系，即马是有史以来上好的哦。外交部做安尼广告，咱甲政府伊讲啥？伊讲这哦要一般庶民台湾人看的。
是要内销的，不是外销的，欺负咱台湾人。我伫电视有讲，欺负咱，想讲咱看无，咱英语的文件嘛会使看，咱国际的条约嘛会使看，咱国际外交咱嘛比因做较好。但是欺负咱台湾人，讲做迄个影片，互你看。公民投票也同款，我感觉若我看，公民投票有啥物会推动？合适的公投，就欺负恁，拼袂过啦，就看袂起啦，感觉恁就无法度啦，50%的门槛都冲袂过啦，冲袂过啦，就反正大家出来画画，哦，反正这个啊，互恁去宣传，互恁去投票，最后袂过啦，袂过伊就继续，哦，过去安那官商勾结，哦，过去未来还阁要阁开。对国家一条1000亿，总共要开4000亿的核四，要阁继续来运作。背后啊，那我今日背后就是看袂起啦，看袂起。我感觉真不准，真无奈。哦，但是有当时啊，这种坦白讲，这种作文哦，背后的一些意识的幽灵，有当下讲袂清楚。我相信我安尼讲，大家知道。所以我感觉阿扁啊，拄啊卢副总统讲，莫里孔进前无放阿扁啊，咱就要甲罢免。其实啊，我感觉马英九本来就爱罢免呐，对不对？本来就爱罢免呐。卢副总统所讲的是讲。你即摆去到五里巷，阁有淡薄仔一淡薄仔时间，你若阁有法度良心发现，哦，你伫五里巷之前，阿扁特赦，阿扁放出来，咱会当较慢罢免啦，对毋对？咱会当小较慢的，莫遐早推动啊，对毋对？但是你未来，你边啊阁出一个赖素如，边啊阁出一个林义士，你真正挂羊头卖狗肉，敢对我？自头到尾讲伊是清廉，结果伊是上腐败的团体的时阵，咱要罢免无？是毋是同款？咱继续搁看袂起台湾人，继续听你上海人的政策，无听你台湾的利益，咱要甲罢免无？同款要甲你罢免。所以，这是大好朋友，我主动拜托大家，我甲高志鹏伫遮，国民党讲合适啊。在李庆华的选区，讲何氏公投的提案，伊提案。阿扁过去，人家做过立委。阿扁啊，若无法都放出来，马英九的罢免案，让姚文智来提案，好阿无？好阿无？让我甲高志鹏共同来提案，好阿无？我大台北的声音，让马英九落台啦，好阿无？感谢大家。时间的关系，咱大家继续拍拼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咱姚文智姚委员，而且可是表现非常好，而且立法委员再次掌声的好，好，好，好。